好，我是营养师汪思韵 Cindy， 今天要介绍给你的它是桂圆黑木耳饮。好，那就来看一下今天的食材吧。今天的食材很简单哦。首先，这里呀、啊，它是黑木耳，大概三朵左右，那它的重量是100克哦。接着，那我再加桂圆15克，那因为桂圆它本身就有甜味在，所以就不用再额外加糖了。接着我再加入冷水600cc， 好，那等一下我只要轻轻松松的按下一号的热汤功能键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的桂圆黑木耳饮就完成了。它会比较有蛮多胶质在里面的，所以它就会比较浓稠的感觉。那为什么今天会做这个呢？我知道虽然说便利超商买得到一些就是黑木耳饮，对不对？可是天气这么冷，我只想要喝就是热的，我不想要再喝冰的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做，而且我们自己做里面它也会比较健康，因为是你自己做的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呢，其实它有很多纤维，所以说它常常喝它的话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改善哦。那在冬天里面来一杯暖暖的桂圆黑木耳饮吧。那今天心情就到这边，拜拜。